带着我走走停停，当我打开一本书，我踏上旅途，文字开展远方风景，我想去描绘但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太快，可以先慢下来，不需要按暂停，只要用手把书页打开。阅读不像电影，没有画面；阅读不像音乐，没有声音；阅读像我自己，只有想象的。When you open your book